Jessica, how's your feeling? 贼好听。 I really, really enjoyed your performance. I was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Jiko's performance, actually. So I was so surprised and it 鸡皮疙瘩.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先说结论吧，对。看了我一整个就是热血沸腾，我太爱这个合作，太爱这个表演了，两位超级超级棒。然后今天我看到 薛凯琪的表现，其实我内心也是蛮惊讶的，因为今天我觉得你在整个舞台上，你好像是一个停不下来的陀螺哎。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当吉克在演唱的时候，其实你一直会用非常热烈的目光望着他。当吉克终于转头看了你一演的时候，我发现你扭动的就更厉害了。对，天赐今天第四年了，其实在这舞台上我们看过很多种风格的表演。 薛凯琪这个风格我第一次见，对，然后他认真，他紧张，他享受，他非常可爱，他就自带气氛组，那个状态非常好，我非常喜欢这个表演，我希望你未来的表演也能继续保持这种风格，对，这是你特别突出的一部分哈。刚才二位这首歌啊，就像一阵春风。 温和又抚人心，这正如我们的东阳光鲜虫草一样，新鲜采挖以后呢，经过智能的生态保鲜，保留的活性营养成分，为身体呢提供了健康的养料，温和滋补，浸润身心，感受怎么样？这口感不错，关键是很营养，我觉得我会恢复得更快一点。滋补是一个很长期的一个过程，那东阳光鲜虫草呢是365天的全年的新鲜供应，冷链直达。更多详情呢，请前往我们全国的线下门店去咨询了解，参加阳光鲜行。 活动满足你所有的鲜享需求。再次谢谢吉克，也要谢谢舒凯琪，谢谢二位，好，谢谢大家，谢谢。请落座。好，此刻也要提醒我们现场的200位观众朋友哈，对于每一组音乐合伙人，他们在舞台上的表现都要记在心里，因为到我们第六首歌结束以后，你们需要进行选择，选择出本期的人气金曲。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张碧晨，GO！ 这首歌叫做《来自世界的晚安》。你听起来这首歌很简单，自己可以想象的东西其实很多的。对，人在说晚安的时候，基本都会代表一种美好的愿景。哎，你做个好梦啊！对，希望你明天也开心。对，它是一种愿望，也是一种信念吧？我觉得，也是让你更就是更加活力充沛的去面对明天所有的 trouble 麻烦或者怎么样，是这个意思。这段时间工作确实太繁重了。 我昨天其实很累了，然后外面下着大雨，我看见那大雨里面窗外有一个在工作的人，我就觉得我拥有好多呀，这个就是晚安的意思吧，可能他都没说话，但他可以让你反省你自己到底怎么样。 我想让这一段的说唱不是那种字字珠玑的那种感觉，我希望它是，很低沉的，然后就是非常往里走的那种说唱的感觉，是那种在沉默中爆发的那种感觉。 那个声音完全是破的了，已经。难度可能对于他来说，是他现在嗓子坏掉了，然后这首歌里面很多频段都偏高。说，哎呀，拖泥扶腿了。啊哈！被打。这种无助感觉太无助了。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再来一遍吧。轻轻唱。 不要再大声唱了，我跟你一个，要不然你就至少让和尚老师跟着你们，他们跟着我就好。对，然后你呢就量力而行。
量力而行加竭尽全力。好，对。姑娘，不睡。去睡，去睡，去睡。说灵魂不会碎，不碎，不碎。入睡，一切动，风跟着雷声来。心在崩坏，我因想疯不想动，谁赢了谁飞，胜败何在，风在说着It's in the Don't fight 说失去光荣难追说人心已不在哭泣是风还是你孩子看着这一切如游戏我望着望着你你望着那阵风细节松涌然后坠落